少女微秃的烦恼，我知道，因为我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娇娇娇曼婷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算是出门觉得最喜欢，然后最快速的整理发型的一个方法。首先，你必须要准备两个发圈。为什么要两个呢？就是取决于你要见谁。一个的话呢，可能就见朋友；两个的话呢，可能就是正式一点，见个暧昧朋友。然后一个自己喜欢的花色的发带，任何都可以。然后小黑夹一定要。第一个步骤是先找到你的，如果你是有刘海的女生，就先把刘海的分线分出来之后，从耳朵上方这边开始抓，然后往上绑，抓松一点，就是你有看到刘海这个分界线吗？的大概三指的位置，就是很高很高那种，然后拿出你的小皮筋绑它，然后拉紧了之后，你就先确认好旁边的一些该遮的地方有没有遮好，修饰一下之后，这边稍微拉一点点，好，然后再拿出你第二个橡皮筋绕它，真的很快，这个可以稍微拉松一下，然后就是很随性的一个包头，然后拿出你喜欢的花色的发带套它。如果你后面有小碎发的话，可就可以再用小黑夹把它收进去。这收的方法其实就是自己找感觉，就是要把这个上面这个头发稍微拉得蓬松一点。但我觉得其实出门这样其实很快，就是如果你看上面有多的这种碎发，再拿一个小黑夹，然后把它插进去，像插那个花苞一样。OK， 然后大致上刘海整理一下，然后你就可以。